是我们的第二场，但是在开始第二场之前，我们先请找一个补充的发言。发现政治有它本身的文化，
质结构有关系。Твой рецепция как данные научные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населением как реальность. 我们开始对民众认识政治的过程感兴趣。我们怎么样能够给民众传播我们的知识？人们怎么样？普通百姓怎么样认识政府的政策？我们研究这个方面。我们这样对应用人类学做出贡献。我们很研究每个社群受到了灾害，它需要获得什么样的补偿，包括地球气温上升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半年的时间才会能够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取得成效。在这里也有一些利益团体，包括造成污染的公司，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造成污染，但是他们获得不菲的收入，所以我们很难以改变他们的政策，尤其是短期内很难以改变。下面我们也应该做出预防。如果造成了损失，那谁要负责？比如说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去法院起诉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活动改变了气候，改变了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发生了洪灾。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成立了世界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从事气候变化所带来损失的赔偿。2005年建立了这个基金会。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人们遭到的损失是怎么样才能得以赔偿的？这些本土人口什么错误都没有犯，但是因为气候变化，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适应气候变化。我们研究人们的身体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适应气候变化。人们有无限的适应能力。文化是人们适应的一个手段。问题在于人们慢慢的才能适应，慢慢的才能改变。有很多适应机制，但是这些机制没有取得成效。比如说在这里你们看到西伯利亚的亚库特亚地区，这个地区也发生着严重的气候变化。这是刚才在西伯利亚一类永久冻土融化，人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就瓦解了。这就是一个岛国遭到灾害，因为海洋的平面开始上涨，他们在水下面签署一个条约，为了让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问题。
要适应，我们就会灭绝。科学家们应该帮助人们，帮助土著人口、少数民族找到适应的路。有一些决策是很难以做到的，但是能够起到效果。土著人口的领袖也应该参与这些活动。最终，我们还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帮助那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对付这些问题。谢谢你的发言，不过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我不能同意的。在后面我们集体的部分证结束以后，我们去单独的跟他讨论。哲学教研室教授李普金先生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种类。请新西兰教授吴尔特恩准备。我的看法可能跟大多数人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我们的白领规划可能不那么容易实施。与生态问题的同时，我们与此相等迫切的，可能是更迫切的是多元文化共处的问题。多元文化相关的问题，在欧洲引发出了很多冲突。虽然呢，现在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目前本土文明之间的联系，本土文明之间的合作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完善。21世纪是全球文明的世纪。但是多元文化要从两个方面对待多元文化这一个概念。第一点就是互补，文化互补的这理念。第二，其中主要出入是一个出入就是形成统一的
统一的准则，统一的精神观念，统一的道德观，以及统一的法律准则。这方面多元文化这一概念共用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全球文明，第二个层级是本土本土文明，本土文化。都与我们所面临的人口有关，这种人口
结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面临社会老龄化，这里就是一些预测数据。这些数据证明世界人口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变化就是你们看第三行，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比现在增加一番，而70岁以上的人口比现在增长一番还是更多。在我们的规划中，老龄化的挑战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问题来描述，而且我们提出这是一个有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出生率在下降，全世界到2100年出生率都会在世界上整体都会下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但是同时全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在提高，一方面这是一个挑战，但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机遇。但这里有地区之间严重的差异，在我们的百年计划中，应该在人口问题方面更多的关注一些各地区的趋势，而不只是考虑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在2050年可能达到81岁，但是现在有61岁。那么请你们关注现在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经是83岁，而一些非常小国家只有40岁。而且未来一个世界里，这种差异还是会保留，这就是带来很严重的挑战。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些民族结构的变化，有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会急剧下降，急剧减少。这种现象最严重的是保加利亚，它将会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俄罗斯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在百年计划中，我们谈到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政策应该去做一个区别，就是在那些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那些国家，还是应该做一个家庭三个孩子的决定。我们已经多次谈到了这些问题，在这个是选取预测的一些文件，到2050年的预测，我的那边也有一个著作。我觉得我们谈到老龄化的问题，那个是应该这样区别，是一些年轻的老年人和老的老年人。就是我们应该让老年人更有智慧，更有工作能力。只有这些老年人是一个多数，那么我们的地球就会有一个绿色美好的未来。现在请俄罗斯科学院医学生物问题研究所处长施特姆比尔格发言，题目是从全球趋势看社会紧张中的俄罗斯居民心理环境。
和我现在、不多谈全球问题，我更多的谈俄罗斯问题，因为俄罗斯90年代的休克政策，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进入了紧张的状态。阿列克桑多洛夫斯基教授提出的一个社会紧张的概念，心理学也知道人受伤之后也会出现紧张状态。社会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些标准，就是自杀率，人们酗酒和人们吸毒，世界卫生组织把所有的国家按照自杀率分为三个部分，就是自杀率高、自杀率中等和自杀率低的。俄罗斯就是在自杀率高的国家行列。俄罗斯在一切国家的排行榜中，按照自杀率位居第一到第三位。这就是世界的自杀率地图。俄罗斯在这里也染成了红色，意味着自杀率很高。这是自杀率地区的分布，主要是在欧洲部分的北部和在远东。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片，它标志着社会的紧张引起社会暴力的提高。社会暴力可能会是外向性的，也可能是内向的，内向的就是自杀。这两种曲线差不多是走在一起，有同样的形状，它们反映了俄罗斯的所有的社会动荡时段。就是苏联后期的一些改革，就是引起了自杀率的降低和外向的暴力的降低。但是后来苏联解体，这些标志就开始上升。然后还有1977年的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按年龄分布的自杀，与世界很不一样，主要是劳动年龄的男人自杀。这里是少年的自杀，这里只是我们的分析。原因、社会背景，这个情况很恐怖。这里我们介绍应对措施，我们提出应该根本上的改变社会政策，还有一些我们具体的建议，但是因为时间限制，我就讲到这里。下位发言人是帕斯塔里基，教授，美国教授，但是他不在，因此呢，我们有请下位发言人，肯尼亚教授加咕噜，
扎古鲁先生发言。尊敬的各位代表，下午好。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与你们分享我对于这次会议的议题进行讨论。第一点，我们是否要系统的对待社会生活，谈到社会生活，我们不得不对的谈到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要充分思考，现代的欧洲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新型的生活模式是，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件事。我在此想强调说一下几点。很多人都认为来自肯尼亚、来自非洲的人，他们都是从南方，他们都是从南方来的。但是我们要谈到文明，未来文明的发展，我想强调说一下三个特点，文明的概念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否要一起生活，还是通过高科技，身在远处进行交流？尽管如此，因为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必须要对全球文明未来的发展进行广泛的讨论，评价一下在场各位代表的倡议和建议，吸纳一下在场代表的想法。目前我们要明白全球文明是现代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愿意补充说一下，为了搭建和平的融合智能文明，我们要明白应该如何
建设人们智能的文明。目前文明之间，欠缺相互尊重。很多人举个例子说，很多人对肯尼亚人对非洲人持有歧视的态度，这就是目前存在的矛盾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这些问题越来越激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呢，让我们好好思考应该如何解决，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要携手克服，目前文明各文明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搭建和平的和平的未来。目前很多家庭许多家庭都在世界各地遭受饥饿和贫困。如果你们是富裕国家，你们家庭周边有遭受极业的家庭，你们难道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只有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才能达成共识，才能携手发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我们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要携手发展，携手前进。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倡议要得到每个国家政府的支持，要把每个世界各地存在的正能量团结起来，这样而来才能保证稳定的和平的发展。非常感谢你们的注意。下位发言人是科瓦西涅茨，教授劳动力、国际迁移及其调控的问题，这是他的大概的题目。相关的。
市场有关。俄罗斯的失业率相当低，有很多的空闲的就是有空的岗位正在需要劳动力。此外，俄罗斯人口的流动程度很低，还有人口危机，每年适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100万人，劳动移民就帮助我们平衡劳动力市场。我们建议方面的趋势跟世界一样，越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劳动力。不过在2008年、2009年，劳动移民的规模减少了，现在就有一些新的变化。来自于中亚的移民总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跟我们大多数居民不一样，主要是低层面的劳动力。这种迁移这些移民带来了很多问题，在俄罗斯也有较大的非法移民，不过规模具体没有确定，有的说法就是300万人，有的说法是150万人，还有一个模式就是他合法的来，但是他工作非法，还有一些他合法的来，但是他在这里非法居住，还有进入也非法的。俄罗斯进行积极的移民政策，去年国家制定了通过了调控移民的战略，还有一个移居计划新版本也得到了通过。主要的内容是现有的机制没有考虑到我们对外国劳动力的需要，没有有效的吸引高级劳动力的引入，没有减少非法劳动力涌入，所以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劳动移民。创造条件吸引高级劳动力，构造壁垒，避免我们不需要的劳动力的流入，在这里我们基本的想法就是从劳动移民名额中把高级劳动力去除，就是让他们不受名额的限制，而且还要制定一些机制，让俄罗斯的企业家
请雅库维茨女士，她来自斯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会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简报。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很多人依赖于这个拥有大量财富财富的人。全人类正在处于转型期，这人口方面的转型期，这就是说第三轮人口方面的潮流。这个潮流的质，人口方面潮流的质量越来越好。另外大问题是这样子的，保证所有人的高质量生活是没办法实现的。因此呢，是大部分国家，就是目前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拒绝帮助贫穷的国家，第三国家，这方面的矛盾呢越来越大。在此方面，比如说亚洲国家的人，人口越来越大，人口总数越来越上升，但是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因此这点呢，让非洲国家出现人口方面的危机。这个趋势让越来越多的家庭遭受饥饿，遭受许多困惑，小孩子没有办法享受良好的教育，道德观得到破坏。每个民族都实现自我自觉。
标只是物质方面的指标，在人口方面危机的爆发的时候，必须要注重精神方面的精神价值，要把焦点从物质价值转向精神的价值。二十世纪主要以物质价值为主，而现在呢，我们要实现从物质价值的发展到精神价值发展的转变。索罗金先生在二十世纪说到目前的价值的发展的重心不在欧洲，而在东方国家。我们估计在21世纪中旬，现大灾难，我们认为设立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协调实施百年的计划这个倡议是不太正确的。不要把统一的准则强加于各民族。谢谢你们的注意。好，谢谢您。下面我们请马可的教授发言。发言题目是文明、人口与资源。文明、人口与资源，这是我发言的题目。很多人都扪心自问，可能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简短的发言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伟大的俄罗斯社会学家所有的文明的文化与人口增长相连，这就是他的观念。我们谈到哪些文明，可能你们都知道有几个对文明有几个定义。现在我们所说的区域文明，但是不同的学者也划分不同的区域文明。托恩比说共有37个文明，有的说法是15个，有的说法是7个区域文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全球文明，就是统一的文明。我们怎样让这些37个或者是15个或者是7个区域文明相结合？每个文明都有他自己的文化观念、生活风景、历史上的存在条件、自己的发明等等。每个文明都有庞大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背
境。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生活环境变化的历史。中国人对大自然的适应就发生这种改变。另一方面，大自然也要适应人，这都改变了人的生活条件。人口增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发明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技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学说，就是关于不同代的技术，现在就快要到第五代、第六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会结合这些37个、15个、7个区域文明，就是在基础成果、在发明的基础上进行结合。还有一点，在20世纪，很多的科学家都很悲观地去看文明，都提出文明陷入了危机，文明快要终结。他们主要是谈的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什么？可能从索洛金的著作我们看到，就他写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文明的光末日。现在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密度很高，我们一直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很高，但其实与西方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密度不那么高。现在我们看俄罗斯文明，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很低很低，几年前一个平方公里就有8.6个人，现在到了8.4个人。中国有，中国一个平方公里有130亿个人，法国、德国、英国有20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找到新的处理方法。俄罗斯人口密度很低，资源很丰富，从国家利益出发，我们应该建设，我们也应该在技术的基础上也融入全球文明。我们应该让全球文明有一个统一的技术，这个技术与生态安全等等有关。谢谢。下面请拉皮娜和世良两位发言人。我已经讲到我们有10个人在一起工作，我们已经经过40年的时间从事这个工作。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成果。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与传统的概念不太一样，
甚至现在在百年计划中的概念跟我们的概念不太一样。在西方和东方，我们都听到不少对文明的批评，包括批评全球文明。因为它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这种技术是对大自然的一个很大的灾害。对大自然的这种态度来自于古希腊，当年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这种态度。因为古希腊与波斯帝国打仗，古希腊很小，波斯帝国很大，亚里士多德当时就提出一个新的，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理性超越大自然，什么都超越，他是很强的。亚里士多德就这样教了他的徒弟亚历山大大帝。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要结束，我们已经要抛弃对人的这种看法，人不再要超越自然，人要与大自然共处，实现和谐。我们作为东方学家，我看到在东方有一些很积极的理念，一些西方的研究者都认为东方是一个野蛮的文明不高，他们不明白西方的文明就是它的基础就是这种毁灭性的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西方文明现在鼓励人消费，而且人在现在的消费中一直在毁掉大自然。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改变我们的意识，去关注应该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不去服从这个消费文化。我刚才已经谈到我们应该否定我们自己的昨天，去反思我们的自己，这就是一个创作。为了新的创作否定我们昨天的成果，有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说谁能得到，谁愿意为自由奋斗，谁就能取得自由。我们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包括过去天才人物百科全书，他们创作的成果仍然还在活着，还在我们的脑海中。所以我们即使研究孔子，即使研究马克思，我们还是应该进入到后孔子后马克思
时代，超越自我，人类就是很快就要超越自我，所以我祈祷祈求你们放弃文明这个概念。在印度的大会上，我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文明这个概念站不住脚，在这个概念中结合了不可结合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文化。文明这个概念建立在人和大自然矛盾的基础上，文明就是和大自然打斗争的一个概念。文化则意味着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可以还应该创造生活，人应该达到创造者的境界。我希望送给你们我们的一本书。当然我们之间有矛盾，但是也有共同点。我们应该创造新的人类，具有创作意识的人类。大自然在100年的时间承受不了人们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挽救人类。所以我们应该呼吁那些知识分子、文艺界的人士，为了社会、为了大自然改变人的意识。马克思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关于劳动的，他关于劳动的学说就是我们未来的基础。很多人都忽略了他的这个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地球、新的人、新的社会、新的良心。如同马克思从商品得出了资本的理论，他同样得出了一个关于活资本的理论。这种活资本是社会资本，它让全社会团结起来，它让全人类在创作共同体中结合起来。我希望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好东西可以失去。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年纪已经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子孙还会失去很多的好东西，所以我们要为未来的世界、为他们的命运着想。谢谢。下位发言人是特拉切门克，教授他。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社会有社会学的专著，我就愿意在这次会议上把这个专著送给科学院。之前
前哈金通的以这位是家把俄罗斯的文明定为特别的东正教的文明。我想从三个社会学的指标讨论这个问题是寿命率孩子死亡率等问题，许所有的欧洲国家从1998年实现出生率的增长到2011年出生率越来越下降，俄罗斯自2000年实现出生率的上升，2005年有点下滑，现在继续呈现的上升的趋势。我们的政府常常谈到自然的出生率的自然上升，如果我们谈到这样的效果，很多政治家都避免，都忽视这个指标。我要强调说一下，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超越了0点，正在呈现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第二个指标是孩子的死亡率，这个在这个指标方面，这个指标显示不同国家的不同主体都呈现不同的发展的趋势。有些国家的最后的一个指标是长寿，是长寿的指标。目前俄罗斯男人女人的承受方面正在出现很大的差距，在男人的相关的指标，俄罗斯名列第168位，这是一个不悲观的趋势。是属于最差指标的10个国家之一。强调说一下，这是男生长寿指标最差的国家的列表。谢谢你们的注意。
中要一个百年规划。我们今天已经提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文件，很重要的，很需要人负责的文件，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不仅仅让这个规划更好，而且对我们也会带来好处。在全球文明中，平均要两三个孩子，但这种假定是一个很粗略的，根据很薄弱的，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全球文明是里面有千差万别。比如说我们看俄罗斯有个地区，社会人口指标很不一样，差距很大，有7到9倍的差距。怎么样计划这方面的发展？那当然，那很复杂，而且我们还要提出，我们为什么也要做这个？现在很多人讨论，世界不同地区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提出什么措施，就每次都要认真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措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这都取决于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对象。所以我认为，我们如果真正想编制这种规划，让专家研究鉴定，这是很好的想法，但这也让我们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些措施的对象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20世纪初，2000年，已经通过了一个规划，包括8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也是最重要的项目，是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在未来的15年里。然后谈到性别平衡，死亡率减少，还有儿童死亡率。共有8个项目，我认为我们先要分析在这5个方面，在这8个方面中都做出了什么工作，包括不同国家中的儿童死亡率等等。我们都会发现每个国家的情况都很不一样，所以一旦我们去谈全球文明，我们先要回答这个问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谈这个全球文明。所有一切平均的数据都是一些不能让我们看到真相的数据。这特别的对某一些地区者特别的危险。
的质量很高，很快。我们平均生活水平很提高，但是当然，在这里面有一些百万富翁、十亿富翁，这抵触他的是一百个甚至一千的老师、大夫、老年人。从这里得出一个相当好的平均的数据，所以我不提倡采用那些平均的数据。在全球人民中，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种平均的数据。为什么必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求沿着这个全球性的平均的数据？所以刚才所谈到的联合国的今年目标，联合国希望各国携手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目标是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所以刚才有一个人置换一词，咖喱克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不仅仅是，不光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编制本应规划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很美好的做法。我们研究全球文明的动态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要回顾今年目标，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道路通往哪里。不同大陆现在在做什么？一方面有一些特别生活条件相当好的人，就是所谓的金色蚁蚁人，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活条件很差。所以在制定这种百年规划之前，我认为应该分析13年、15年来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就会让我很清楚地明白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哪些机构做什么。很现实的信息，不然的话，我们最好是讨论 leading us astray。 刚才有圣彼得堡苏佩特教授讲到环境污染，其中提出了适应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具体的研究这些问题，为了让我们的规划更切合实际。我欢迎我们这次的文件，百年规划会议书等等。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视为开端。现在毕竟是一个第四届世界大会，我觉得到第五届世界大会，我们应该做出一个突破啊！谢谢。
单独我们分享了非常有意思的评论，以及感谢在场的各位代表支持。我们明白每个人都要携手都要团结起来，要携手创造更好的未来。当我听到多元文化的问题，我明白了你们对多元文化方面冲突的关注。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谈到环保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当有些我们要承认作为科学家们，我们常常受到经济势力的压力。在美国，很多人把科学家们的想法视为普通的人的想法。作为科学家，当我看到科学家们所做的贡献以后，发现政治家都忽视我们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感到非常担忧和困惑。我们要形成应对这样的忽视的机制。在场的代表所做的贡献呢，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非常乐观，希望相关的情况会得到改善。说一下，文明的目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智能，科学智能圈的形成的历史比较相近。智慧体现在技术，体现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类演变的高端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智力人物当智力人物的智慧得到发展，就是那时候得到这方面的转变。但在这里我要强调说一下智能圈人类的智能可以带来好处，也可以带来
音乐。人类智能会带来罪孽的话，我们人类会毁灭绝。人类从创造人转变成消费消费者的趋势。让我们感到很担忧，我们要尽快协助解决好这个问题。